大家好，欢迎收看惊悚幕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悬疑剧情片，悬案密码一，笼里的女人。男主本是一个办案得力的警察，但在之前的一次行动中，由于过于冲动，让自己的同事遭到了不必要的伤亡，因此被上级责罚，被调到了百无聊赖的档案部门。但男主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他和同样不甘寂寞的同事胡子男都对档案室中一件陈年旧案有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件5年前的案件，案件中的女主在船上离奇失踪，警方大力搜索后还是毫无结果，最后只能按自杀处理。但细心的男主搜集资料，发现女主之前是一名在政坛上光彩照人的议员，女主的生活一切正常，并没有任何自杀的迹象。而且根据案发现场几位目击者的口供，可以明显看出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的。男主和胡子男决定找出这个案件的真相，他们特意询问了当年主管这个案件的警察，但警察看起来对这个案件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怪罪起来男主和胡子男多管闲事。无奈之下，男主只好再去女主的弟弟那里询问情况。女主的弟弟因为8年前的那一次车祸，智力遭受到了损伤，变成一个弱智。面对男主和胡子男的询问，弟弟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来。男主和胡子男并没有放弃，他们接着找到了女主的闺蜜卷发妹。卷发妹仔细回忆起女主失踪前的事件，说女主一直都是单身一人，但是在失踪前的几天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两人很是投缘。男主得知这一细节后非常感兴趣，马上和胡子男去寻找那个男人，没想到这个男人早已死去，而且他的面容和卷发妹描述的并不一样。很显然，在这个会议上出现的男子跟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男主和胡子男顺藤摸瓜，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这个男子的下落。原来这个男子正是案件的凶手，是一个复仇男，而女主也并没有死去，她一直被复仇男关在一个高压空间内，复仇男每天都在改变空间内的压强，令女主生不如死。如今的女主已经奄奄一息，身体消瘦。男主接着调查，原来男主在年少时曾经乘车和女主家庭相遇，女主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因为贪车捂住了正在开车的父亲的眼睛，因此酿成车祸。复仇男对此耿耿于怀，成年之后在电视中看到女主，更是决心复仇。他精心谋划，特意在会议中出现绑架女主，然后将她关在高压舱中数年，最后男主凭借自己高超的身手将她制服，成功救出了女主，案件破获。警局领导对男主很是欣赏，想把他重新调到一线重案组，但男主婉言拒绝，并决定继续留在档案室破获一案。影片整体的脉络清晰，剧情引人入胜。5年前的案件看似疑云重重，但在男主和胡子男的不懈努力下，还是一步步的露出了真相本来的面目。影片对细节的刻画同样出色。复仇男的作案动机是年少时的一场车祸，那场车祸后，女主却在一旁旁若无人的翩翩起舞，这更加让复仇男愤怒，也让几十年后的他精心复仇变得更加合理。真是一部精彩的悬疑剧情片。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吧，我们下期不见不散。